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叫顾小满，从出生开始就元气满满。高三了，不要打架。这就是我散打比赛的终点。小子，但绝不是我习武之路的终点。不要再做危险的事了。啊？你不要再打架了。他是左岸，是我最崇拜的人。你每次见的那个书呆子就变成一只小老鼠，你还是那个打遍银城一中无敌手的顾小满吗？顾小满，你放学等我一下。啊，放学等你？你不会是想打我吧？我们做朋友吧。原来不是做梦呀。高三的时间没剩多少了，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。我要特别表扬顾小满同学，我进前一百了。我给你补了这么多课，如果你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的话，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污点吧。我知道，我一定考一个好的大学。黄医学系，你是晕血的，你考什么医学呀？你这不是胡闹！以后别再卖弄你的完美的学霸人设，离顾小满远一点，他跟你不是一路人。顾小满，只有我才能欺负。我沈晨阳向来说到做到，如果他今天真的敢打我，我就让他做我这学期第一个女朋友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让我对你印象深刻了？和系主任打了一个赌，如果我能在一个月内正常的上解剖课，我就能留下来。一般女生会喜欢怎样的表白啊？顾小满，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。什么东西啊？暗恋魔咒。如果暗恋谁想表白，一定会以极其凄惨的失败收场。你的脸要是再这么红的话，我可不敢保证我会做什么。放开，不放！你干嘛，左岸？你干嘛呀？你们干嘛呀？顾小满，由我来守护。